这位海带是吃了海草，我是，爱唱歌的朵莉亚。哦，今天怎么想到要 cos 那个朵莉亚的？因为朵莉亚会唱歌，跟我一样。咱们就是能够一比一还原一下朵莉亚的高音。哦，还原不了。哦，随便哼两句吧。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不错不错不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硬糖少女303的陈卓璇。哇，坐在骨子里了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我现在远离一下周柯宇。为啥？你就自我介绍吧。哦，对呀、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n Two One 周柯宇。哎，好，回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小西兰明。大家好，我是 RMA 秦外的周震南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这么没气势？没有，我觉得很荒唐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不是，我们四个人就很好笑。啊，现在我们按照101、202、303、404，我们创就在这儿录的，就是在这个棚里，就在这个棚。哦，对，还真是我来过。那其实对啊，他们成团夜你们应该是在的。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。我也在，你也在，你又在了，你怎么哪都有你啊？我现在我去看了。我们成团夜你在？对啊。啊？就我去买票去看。那你当时 pick 的是谁？哎，好问题。我当时就看好那个周震南。我觉得吧，你那个刀可以插过去。在这儿纯纯就是乱来。你还乱来？他不是打得挺好的吗？我看了他们打的，可厉害了。嗯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他偷看我们，他直接去我们那个战队。啊？我问他们教练，我说我能不能看一把？他教练说行，我就看。我也偷看了别人的。啊，是吗？果然姓周啊。来吧，来吧，你们话都会把这个走到我身边。我先走一步，好吧？你跳呀！完了，忘了。哦，来来来，我知道。来呀！准备，开始。四个字儿，四个字儿。形容词，形容词。形容词。鸡。第二个字儿，鸡飞狗跳。哎。哎呀。第二题，三个字儿。三个字儿，然后。哆啦 A 梦那个头顶像什么？现在头像飞机。哎，哪种？飞机，小飞机。嗯，大飞机、圆飞机、直升机。对，来继续。三个字儿，洗完头。洗完头，洗发水、护发素、吹风机。对 ，OK。准备。一个形容词，四个字儿，睡一觉。第一个字儿，这是什么？大小。第一个字儿是小。过了，对啊，这个题过了。OK。一个动作，把腿抬起来。那个高抬腿。这个得融入一下动作吧。第一个字儿。你看比的那个就是啊，第三个字儿，这个动物，马，第一个字儿和第三个字拼起来，三二一，一字马，对对对，好，时间结束，好能啊，你们的这个词儿有点难，不是，主要我人动得忘干净了，咦。好，准备开始。就是这个的吹气球，三个字啊、你前两个字对了，打气球，对。好，来第二个字，第二个，记得要跳，小心扣分。
先告诉他几个字。四个字。嗯，文。文对了。七七五。我现在跳什么？三个字，主题曲。我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？警察。对了。四个字，啊、嗯，啊、，ending pose。ending pose 四个字、啊、是。我在干嘛？很巧妙的。回眸一笑。哎，对了，好。啊，骑马四个字，啊，马是对的。马，马是第几个字啊？第二个字。嗯，这是什么马？这是野马。野马。什么马？然后那个马跑得快，怎么办？三还是三道题啊？现在三个字，两个人。嗯，跷跷板。好，对喽。好，随便的四道题是吧？咱们还有四道题。给大家接个蝴蝶结吧。啊？呀？什么？他这个行为跟你那个十六比零没有区别。来，请问有哪一位可以复刻？你特别像 wink， 没有 wink 好。来来来，我来。啊。不、哦，你是一边儿，他是上下嘴唇是两边的。哦，他的这个厉害在于上嘴唇往左，下嘴唇往左。对对。哦。等一下。哎，没有。全体起立。都是 S 级。网传我的身高实际并不是那么高，其实我，就是只有1.53。网传是1.68米，但不是我传的。哇，太厉害了！这一个，我觉得太牛了。我确实觉得这个太棒了，很厉害。行，咱们就是恭喜两位女士成为今天的峡谷垫底王，然后两位依次到我们的背景板，我们给你们拍一张大头贴。准备啊，三二一，今日显眼包，三二一，可爱可爱。